党委书记、蓝雨玉同志和校长杨才明教授，代表学校的3万余名师生员工，对全体留校的学生表示亲切的慰问。那么借此机会，我想也要对为我们春节期间仍然坚守所有岗位为大家服务的后勤集团的全体员工，尤其是我们四食堂的8位为大家每天要做3顿饭的员工，为今天参加这个团拜会的我们各学院辅导员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最后我想也要祝愿我们全体留校学生，当然也包括我们全体的各位亲爱的国际学生，祝愿你们流年大吉，万事顺意。那么最后我提议让我们举杯 So remind a toast for New Spring and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Spring Festival and you have a Happy New Ye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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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太棒了。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